今天有大来宾。对，这个大来宾呢，是我们在各种专业的这个擂台赛里面呢，算是表现非常特殊的。为什么？就有人演呢，非常有人演。啊，而且我对伊是感情，算讲嘛是有甲坑落去，是真当。哦，你有感情哦。因为伊当初是哈得奖感言是讲阿伯要搞我甲阿德老师推轮椅啦，哈。真的天哪！哦，伊就是见你阿强啦。真的是年纪大，很容易被这样子诚恳的语言感动。感动呢，而且给你的眼眶泛泪。对呀，阿德，我们要不要当真呢？好、可以可以当真嘛？真久无看到伊啊，是不是？经过这段时间了，伊头脑加较成功。完事不赶快啦！不一定哦。红人榜毕业之后，带着自己的作品回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锵锵洪韵凡。耶！你好，嗨嗨嗨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大来宾，大来宾，耶！真下跪哦，跟不起呀！巨星。上一位来是秀清姐呢，哇！我这阿伯唱片公司感觉才出秀皮呢，哇！不得了了，哎呦，哇！我这是，我惊死啊！哇！惊死哦！丢啊！哎，你这个，你还有在开捷运吗？还是有哎。好好 ，OK。想说大家应该很怀念，有没有什么最近有什么笑话可以讲？笑话？应该是康康的一些事迹啦，康康的事迹啦，康康的笑话，你康的笑话就对啦，啊，你做你讲啦，你分享一个两个来听听看。因为就是刚好就是没多久发生的事情啊，就是我有次从台中，然后搭高铁到台北，然后我的就是干女儿他们一家人，就是我朋友他们一家人就说要来接我，然后我一出高铁站，我就看到他们，我就打开他们的后车厢。然后我就开始放行李，我什么奇怪啊？这么多蔬菜水果这样子，我就在那边移，然后他就在那边碎念，然后后来后面那台车就给我按喇叭，然后我转过去看，是我朋友他们的车在后面。啊，这台是什么来着？不是波桑，是波西塞，不认识的。因为我发现我开错后车厢了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拍摄就恁赶空了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。因为我就关起来很丢脸，我就赶快回去。然后我说：“后有为什么车会是被赶快呢？”是是是，好，你是唔对啊？你对，真正给你拍死吼，白住吧，无讲。拍死啦！车型嘛，无讲。这个吼，这个当将都来拍死吼，叫你健康哈。他们全家人也看着我，我从那个缝隙看到车内所有人也都转过来看我。对啊，因为很少人拍谁之后会讲说就你给空啊，应该这样讲啦。他如果不觉得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标准的哈。那这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这个呢，因为现在要出那个专辑了，那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。因为现在在募资啊，希望大家粉丝们可以多多支持。真的要发片的不容易啊，因为其实真的要发片，你虽然是在募资，但是你应该还是有作品要先唱给大家先感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首歌先亮相了。哦，已经先亮相。叫什么？这首歌叫做《吹天光的回蕊》。这首歌是我有听过阿妈跟妈妈他们跟我讲过，以前在部落的时候，他们有面临八八风灾。什么部落？那个泰武部落，好像有四个部落都有被摧毁，然后或是评定为不安全这样，所以他们就都迁村了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人心惶惶，都还是很害怕，希望就是可以借由这首歌，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安定的力量。我跟你说，那阮红人榜的观众哈，观众朋友拢足简单嘛，足直接的，你就甲你讲，你欠偌济？100多，120吗？120万，对不对？大家哈，拜托，咱呐对康康哈，有一点嘛啊怀念呐哈，甲鼓励哈，你就是去迄个募资平台啦，好不好？康康，我刚刚帮你算一下，差不多差100万，因为现在这边有签名的，大概一个人负责5000呐。什么？什么？来来来，有签名的，有这个事吗？有，你看，等一下，蔡章先，我的先擦掉，我不要了。你好，你家，你的在哪？我美人姐，对对对，美人姐，阿美唱的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你看，哇塞！谢谢，阿林哥。好了，我升一班拿你好不好？哇！好不好？吹出来啊，吹出来啊！你是咧靠山啊，感动了啦。是啊，你看啦。安怎啦？收少啊？不是啦。我没有想到要这样，因为真的，你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募了大概20000块了。对，因为
因为我当初是带着爱跟感动离开这个舞台的，嗯，然后现在带着这个作品回来这边，嗯，感触良多，嗯，我们也很感动，才这样听你啦，对呀，啊，嗯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你们唱啥歌啦？唱这水天更的回绿啦，啊，咱听看嘛，这歌啦，未歹听哈，拜托你去。这个募资平台，募资平台了哈，赶到站走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掌声欢迎红梅回绿。世界的花蕊，回头看着。